家好，我是 Polly， 我是 Sandy。今天我们要带 Sandy 去第一次街拍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街拍过。我们现在就在我们家附近一直走来走去，然后看可以就是拍到什么东西，然后拍到什么好东西，捕捉到什么画面，然后搞不好拍出来的以后可以放进去 museum。 我想要去那个庙拍，好吗？好，我觉得这里可以拍，其实这里看起来好恐怖哦。来啊，来这里拍啊。现在我们坐在公园的椅子上面休息，好热哦，而且好多蚊子哦。走吧，继续拍。12层，就是。1、2、3、4。你拍了几张了？要怎么看？从32%拍到7%。按那个对，然后缩小啊，关掉了。关掉了。你才拍60张哦？啊，没。我应该拍了200张了吧？我真的是用感觉在拍，那是随便拍。你那命中率当然会比较高啊。他刚拍出来。就跟我的屁眼一样，我拍了160几张，然后我拍了67张，67张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去，然后看一看我们拍了什么。回去之前先去买个饮料。春三分四，三春，哈哈，你也忘记了。三春分色，三春色分吗？来一杯千层绿。三分、欸，不是说完全去冰吗？我听到冰块的声音了。对，去冰啊！他写去冰啊，对啊，去冰诶！可恶，那就只能我喝喽。我等一下回去就要把冰块捞掉。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就是转场啊。嗯。转场，然后直接转到我们书桌上面。哦，所以你是要这样，然后等一下回家要这样。没有没有，我要直接撞你的额头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然后到那边的时候，就再撞一次，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3、2、1。我们先来看 Sandy 拍的，看看我的，
街拍的感想是什么？会想再去拍别的地方，因为就是去看看不同的地方，然后拍不一样的东西啊。像你拍的跟我拍的，就你像你拍的就有我刚刚没有看到的的地方。哎，你的眼睛上面有白白的东西哎，什么东西？卫生纸。好，拜拜。